我不要。艾儿爱吃巧克力、糖果和蛋糕。艾儿不爱吃水果、蔬菜，也不爱吃肉。妈妈做了三明治。艾儿尝一口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爸爸做了沙拉。艾儿看一眼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奶奶做了一碗汤。艾儿闻一下，说：“我不要。”艾儿变得越来越瘦小，妈妈很担心。不久以后，艾儿上学了。艾儿站在同学中，又瘦又小。老师点名了，艾儿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